这边有个记录，对不对？那建议是你可以把它设一个中断点，不然跑的时候你不知道错误在哪里。那这个地方你可以在这边设个中断点 ，OK， 然后让它慢慢跑哈。那再来的话，检查一下你的那个资料表。刚刚有同学有错误，就是第一个你这个名称是不是叫房贷？第二个就是里面的那个名，那五个栏位的名称一定要取跟我一样，不然的话你就是自己再改好了，你也改简单一点也可以啦，叫 A B C D E 也可以啦哦。那只是说那个这边如果改的话，那insert into后面栏位你要跟着改，好，不然的话你不能改一边而已，它就不 match 到了。那另外就是数字这边，其他都是数字，只有这个借款的年利率要改成双基准数，不然你insert进去它没有小数点，它预设是整数，没有小数点 ，OK。好，那这边的话呢，我把它关闭起来。等一下，现在哈，总共有三笔资料，那我们来测试一下，看有没有进来。首先的话，我把它执行起来，给各位看一下。这边的话，我把这个程式把它 run 起来哦。OK， 那这边的话呢，比如说我刚刚是到800万，然后这边的话再把它新增一笔好了，比如说2.1 好 ，OK， 20年，按一个计算。然后记录的时候呢，除了说呢哈，写到这边之外，也要写到资料库，所以按记录 ，OK， 已经记录到那个 Excel 有记录一个700万，对不对？可是接下来就是要记录到这个资料库里面。那资料库里面的话，我们 call 一个什么？利用新增资料库传五个参数哦，这五个参数记得哈，顺序不要错乱了哦，就是那个顺序哦。然后呢，按 F8。就会跳到这一行程式，我刚刚讲过，你们务必把网络上面那一个程式呢 call 到哪里呢？ call 到 module 里面， OK。 好，那这边的话就传过来 ABCDE， 然后呢把资料 run 出来。那建议你逐行逐行看，如果说呢你今天呢这一行跳不过去的话，那表示怎么样呢？你的这个路径底下没有这个资料没有这个资料库那如果这一行可以过的话，表示有嘛？那再来的话就是执行这个 SQL 语法，那特别注意这个地方应该会组出来。那你确定一下资料表跟栏位五个栏位，然后呢要放什么资料呢？你可以游标放上去这五个资料，你 check 一下，资料到底对不对？对的话呢，你就按一个 F8。如果其实最容易出错的这一行，没有办法过。